解救最近射波咁勁啊？唉，冇嘢啊，都係向日本隊學嘅啫嘛。你知唔知佢最近世界盃越戰越勇啊？2010年甚至入埋八強添。哇！咁佢今屆咪好有機會奪冠？係啊，你唔知咩？佢直頭係我心目中嘅奪冠大熱添啊！哇！今屆好似佢哋第5屆參加世界盃，第一屆小組賽就出咗局咯喎。但係嗰陣時還嗰陣時，而家唔同曬㗎啦。今屆佢哋球星餘韻好似好多喺歐洲揾食㗎喎。係啊，佢哋唔知有而家喺 AC 米蘭效力嘅本田圭佑。仲有擔任曼聯後備主力射手的香川真司，以及而家效力國際米蘭的長友佑都，仲未計其他喺德甲效力的球員啊！真係十隻手指都數唔曬啊！我仲記得日月的京都不死鳥以呢個一字長城陣接力射門罰，射入一球絕妙的罰球，擊敗呢個名古八瓊添。仲未計嗰個擁有53%勝率的教練啦。是啊，他們意大利籍的教練沙哲朗尼在執教日本隊之前曾經執教過很多隊意甲球隊，等我數給你聽，托連奴、祖雲達斯、國際米蘭、AC 米蘭、烏甸尼斯等等等等，這樣照顧他高過 50% 的勝率，今屆三場賽事應該都拿到5分。那我們不如看一下日本隊過往比賽的表現。吹き飛ばす！